在今天都是一如往常的在进行市政的行程跟勘察哈，不过明天呢，因为是投票日，那么投票日的曝光呢，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哈，所以明天我们市长的行程，就算可能会有一些会刊或者是勘察，但是基本上都倾向于不公开哈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讨论。当然如果说包含路线有这样的巧合的话呢，能够避免冲突也是我们的初衷哈，社会上有各种各抒己见的政治表述空间，但是千万不要互相造成对立啊，所以基本上不一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哈，但是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讲说公决同仁有这个备询的问题哈，可能会来不及在这个时间去安排，但是即使是原来的时间呢，也会有各种的方式来避免啊，我们讲说大家所担心的部分啊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时间的更改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。那大家刚刚就可以看到市长呢，基本上呢对于市政是非常的关注，仍然是全心的专心在市政啊，那么让他可以觉得说充满了活力跟动力。那至于说投票的结果，我们都交给高雄市民，尊重高雄市民的选择，但是呢我们的理念跟坚持就是无论如何呢，每一天呢都要对得起高雄市民的托付，专心专注的在市政上面。